看到一个女生在发笑。心渐渐雨蒙蒙，世界只在你眼中，相逢不问为何匆匆。那不得上去打个招呼？小姐姐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。嗯，怎么了？你能借我充电宝？我这手机充着电吗？那你不是充电吗？我手机没电，关机了，所以做不到了。我充了几分钟，开机了就给你，可以吗？好像不太情愿的样子。你要是不方便就算了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没事，先用吧。啊，谢谢谢谢，太感谢了。这充电宝真白啊！来，这一点点。啊，谢谢啊。话说你怎么一个人在这边吃啊？心情不好也没有人陪，只能一个人吃了。哎呀，那这样咱俩加个联系方式，以后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我陪你吃啊。他怎么跟看傻子似的？真的受不了。Much much later。哎，小姐姐，你是单身吗？嗯，对呀、啊。哎，这不巧了吗？我也是。你不是没人要吧？这也太扎心了吧！那怎么能是没人要呢？我那是没碰到合适的，但我今天就遇到了合适的。在哪儿啊？就在眼前啊。我好像吃饱了，那个我小姐姐我还有事情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啊，那个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，回头我请你吃饭。不用了，有缘还会再见的，拜拜。拜拜。他真的吃饱了吗？人呢？充电宝都不要了吗？昨天遇到了这个八瞎子，本想借个充电宝，顺路加个微信。啊，那个我们加联系方式吧，回头我请你吃饭。不用了，有缘再见的，拜拜。拜拜。没想到他钱都没付就跑路了，充电宝都不要了。今天我正羡慕别人都有对象的时候，耳边突然响起。你在干嘛呢？你谁呀？一开始我还没认出来。怎么假装不认识我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不是昨天那个扒虾的？哼，真巧呀，在这还能碰上你呀。是挺巧哈，我充电宝的。你充电宝不是用来抵债了吗？抵什么债？那我可得好好问问你啊，你昨天走的时候你付钱了吗？钱什么钱？那虾是你扒的，肉是你吃的，那钱是我付着人家服务员的。你说的是虾锅啊？你等我一下，我打个电话。莫不是我错怪他了？Later， 这怎么一直笑啊？给我都整不会了。Much much later， 加你个微信吧，然后把钱转给你。微信可以加，钱就算了吧。加了微信之后，还是把钱转给我了。你还真着我转？对啊，一码归一码嘛，我吃的当然要付钱了。行吧，那你叫什么呀？嗯，叫我名字干嘛？当然是打备注了，不然能干嘛呀？我叫管钱，你呢？你叫我张蹦就可以了。你叫什么？张蹦啊。你是东北人吗？对呀、啊，怎么了？不是，你笑什么呀？没事没事，我的充电宝呢？你充电宝这……昨天晚上让我给扔了。那在家了，下次见面吧，下次见面我给你。那好吧，我们有微信了，然后我们约个时间你再给我吧。行。嗯，那我还有事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大姨给我安排了个相亲，说在这个地方见面。张棒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儿啊，看看天，看看海。你看那天的海多蓝呢，是吧？挺蓝。啊，商量个事儿呗。啊，什么事儿？你能换个地儿吗？为啥呀？我在这约了人，你就多少少有点碍事儿。碍事儿？我没嫌你在这待着碍事儿呢，你嫌我碍事儿？充电宝呢？扔了之后就找不到了。充电宝。这样吧，充电宝我不要了，你走呗。行行行。我还得在这等相亲对象啊。那个不行，我先来的，我还得在这待会儿。嗯，好吧。都等半天了，相亲对象怎么还不来啊？啥呀？我在这约了人，你多少少有点碍事。山无棱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海阔石可烂，深情永不散。大姨介绍的，相亲碰上了熟人，我们都这么熟了，就直接开门见山吧。有房吗？房子没有。有车吗？车也没有。但工作总有吧？自媒体算吗？嗯，我们去那边看海燕吧。行行，这不是凉凉了吗？哎呀，哎，人呢？脚崴的真是时候。你这脚还能走吗？那你穿什么高跟鞋啊？为什么要穿高跟鞋？第一次相亲，我想正式点嘛。就这样，
我背着他走完了这个景点的整条长城，最后给他送上了车。辛苦了，挺不好意思的，我送你回家吧。你脚崴了，还能开车吗？没事，我崴的是左脚，而且我换了运动鞋呀。在他的圣品邀请下，我帮他把车开回了10公里外的家。我到家了，要不要上去歇会儿啊？不了，等我还有事儿。忽然记起，那等我好了，请你吃饭吧。啊，行。 我的电动车还在景点，早知道这么远就不送他了。和喜欢的女孩第一次约会，你好，今天穿的这么正式啊？今天会的第一次见面当然要正式点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去哪儿啊？去哪儿都行，听你的。嗯，要不先随便逛逛吧。好。你脚好些了吗？好些了。啊？开车来的。啊，开车来的。 我们坐这休息会儿吧。哦，你渴不渴呀？要不买点喝的吧。啊，我还行。那你等我一下吧。啊，对了，能喝凉的吗？可以。啊，行，好好。来，谢谢。这么远干嘛呀？哦。哎，你呢？啊，我忘了。不渴吗？啊，那我也去买一杯吧。 等一下，啊，是这个不好喝吗？啊，好，貌似错过什么了。